我们现在离开了游客信息中心，前往下一个景点。这个国家公园是免票的，原来计划呢这一晚啊，明天继续玩，可是营地呢已经爆满，国家公园里边呢不让过夜，所以我们必须出去。这漂亮吗？停车的地方，它这个掉下来似的哈。您的目的地在左侧。请让我已醉不起。好了，到了第一个景点。王子之旅走世界，老胡带你观天下。大家好，我是老胡，我们来到切特卡瓦国家公园第一个景点 Ogai Hype Formation。亚利桑那州呢也是个沙漠州，来到山里你看这有水了，雪化了以后形成的水，这里的雪还没全部化完，它的岩石啊各种各样的形状。好了，这个景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前面一个景点再见。